四位觉得这里怎么样？在上海，这里也算是个好去处了。一路上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还请大家多包涵。我是特高克木村平太。日本人一定会按捺不住的，但好在余秋霞同志的身份还没有暴露，他们能够怀疑到的只是在内部有个军统内奸。可我担心的是他们怎么辨认，怎么查证，因为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会让田良陷入危险。田承业叛变一事，我将正式向组织汇报。只要余秋霞同志还被关在提篮桥监狱，田承业就不会轻易离开上海，我们还有抓捕他的机会。田亮那边，你首先要确认他目前的情况，接下来的行动要按照他的实际情况来制定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尽力保证田亮的安全。这是大佐的靠上，还是木村中佐你的安排啊？藤原大尉，迟早有一天你会为你的傲慢无礼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作为一名帝国军人，你发泄的对象应该是敌人，而不是一名老清洁工。老梁怎么会在这儿？
那个间谍，让我看看你的反应吧。藤原大尉，你为什么会这么生气？梁先生，莫非你和藤原大尉之间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故事吗？没有。他说没有。我高贵的藤原家族怎么会用他碰过的东西？好了，木村中佐，是该把话说明白的时候了。金井大佐究竟想要做什么？金井大佐怀疑，在你们四位当中，有一名潜伏的军统间谍，已经把大佐视为帝国最高机密的。